做准备，我们要 roll 咯。好，各准备，上 roll 唱十四之一 take one。Action。他衣架放在这里，等一下会不会有问题？你觉得？就是可以叫他丢床上。我们在穿校服的时候站一下，可以站一下。我们站右边一点点，好。有吗？那应该是带特写吧。所以呢？可以还好。对。OK， 好。那你不要他那个话，我等下。没关系，可以可以挂。卡卡的，我再把它丢掉。好。这还好了，可以挂。然后，就是前面帮我，你刚是翻了几个东西啊？刚是先翻这里。谢谢。对，你可以丢两样东西。嗯，这样还 OK 吗？行啊，行啊，棒棒啊。可以看到，没什么。棒棒啊。然后就是你看到那个交换日期，可以翻一下我会的笔记本。感觉真的没有什么，就毕业了，就是因为工作，我本来想买一个啥。